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where I share my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Dr. Tan's balanced method acupuncture. Through my channel, I aim to help you to enhance your skills and deepe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lanced method. Hi, I am Dr. Eileen Yuling Han, licensed acupuncturist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Please check out my website, theacademyofacupuncture.com, and the description down below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online courses and take the first step becoming a much effective and knowledgeable acupuncture practitioner. Please enjoy my videos. Thank you. 好嘞 ，OK， 可以吗？没问题吗？啊，他说可以录 ，She is OK with the recording。OK， 那好，你跟老师说怎么回事 ？Tell me what's happening。主要是这个一年以来呢，我这个晚上比较僵硬，不能抓船头。那现在呢？白天是好一点，但是还是觉得不舒服。现在，不顺。不顺，有一点早，就是白天有一点，但是晚上更严重。你现在感觉到那一点吗？有一点，有一点点紧，但是晚上比较非常严重，还有起来的时候。你要我晚上五点钟给你扎针，还是现在扎？你自己决定。无所谓了，我看看，因为还是有点，我拉的时候，现在扎。你反正你就感觉得到就这事了嘛，你就说是老师，我感觉得到，感觉得到，有点紧。You can feel it now for sure. 是 from 1 to 10 多少？大概3-4左右。OK， 啊，那就把它搞到0吧。是这个手比较严重，这个手有一点。谢谢啊。No， 通通都是病的话，就给它赶快修好，别拖，对吧？老师给你弄，你什么问题都可以啊，没有问题的，老师给你弄啊，放心。记得有多不舒服就好，记得哈，记得有很不舒服吗？有，3-4，对不对 ？3-4， 应该有。Okay, 好，那我给你剪到，剪，给你剪一剪，你自己去感觉好了哈，你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好，同侧啊，用做扎，用头扎针的时候就用同侧啊。说是手麻吗？好嘞，3-4是吧？嗯，啊，记得哦。嗯，酸不酸？酸。这里酸？是。这个还是这个 ？1-2， 哪个酸？这个。好。你有看到老师针扎下去的时候停了一下吗？那是唯一会疼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针扎下去的时候，你再去醒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好，来，好，再扎一个哈。好，动一动你的手，动一动。哇，马上松了。马上。嗯。要不要等到今天下午啊？嗯。Do we need to wait until this afternoon? 真的马上。Immediately results, huh? Yeah. How you feel? 好像真的非常一点感觉没有。那你还有问题吗 ？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没有了。好，Let me explain one thing， 让我跟你解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没有效，你可以说一天，说一年，没有效。所以我问他说：“你坐下来还是要？你要今天现在扎还是要五点扎？对吧？”我可以跟你讲到五点钟，你还是没有好，对吧？是。你可以跟我讲到五点钟还是不好，针扎下去了就好了，就不用说了。我们还需要沟通吗？不需要了吧？是不是已经好了？是，好嘞，头可以动了啊，对不对？明白没有？明白了。好嘞，这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是什么？你的病人一直打电话跟你讲说 ，I wanna talk to you, I wanna talk to Doctor So and So， 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来看看嘛，对，望闻问切。你先看了病人呢，你看都看不到，你怎么给人家？你电话上 consultation 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要像他跟我说，老师，我问你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坐下，老师给你看，对吧？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做法。然后呢，还有一个，你对你的医生的尊重嘛，对吧？你尊重我，然后我就说好，你要我帮你什么吗？我一针给你扎下去，还要不要再问问题了？不需要了，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你学会了以后，你以后看到你的病人有人要跟问你问问题的时候，你说来坐下来，我先看看你，我才能跟你回答。
连人都没有看到，没有什么好 consultation 的啦。哦，所以你们的那个前台的小姐一定要教会，就跟他讲说 telephone consultation is not very helpful because the doctor 哦，对不对，电话咨询效果没有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医生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怎么给你下针，你多高多瘦多矮多胖不知道，怎么给你 consult 啊，没有办法，对吧？开心了吗？开心。哦，好嘞，回去吧。嗯，行了。